定的范围，然后扩大控制范围。因为你身高有1.8米，就对方呢躲咱们的门将，直接打到外围。哎，北京时间7月22日20:00，2023女足世界杯小组赛 D 组第一轮，丹麦女足对阵中国女足的比赛在澳大利亚帕斯的巨型球场进行。上半场中国队占据控球优势，张琳艳多次进攻威胁了丹麦女足的球门，丹麦女足则利用定位球和反击机会试图寻找突破，双方在中场激烈交换球权，但暂时都没能创造出更好的机会。一边再战，中国女足换上王霜加强攻势，丹麦女足则凭借定位球和传中机会寻觅良机，张琳艳和王霜创造了一些机会，但都没能射正球门。常规时间末段，丹麦女足的角球机会由9号旺斯高头球吊射破门，丹麦女足1-0领先。补时阶段，中国女足发起攻势，但没能攻破对手球门。全场比赛结束，丹麦女足1-0，中国女足。中国女足姑娘拼了全场，有些遗憾。但是本届世界杯征程才刚刚开始，后面赛事赢回来，女足姑娘们加油！